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计深责，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光明有能现量，下至不照百千亿，哪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寿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亿，哪由他劫者，不取正觉。我们先看第十愿，愿目是不起贪计深见愿。前面的几愿谈到阿弥陀佛给予往生者的五种神通，那这一愿呢，第十愿也可有的，也可以标得漏尽通愿啊。第神通的第六就是漏尽通，那漏就是烦恼的意思，烦恼断尽。这里讲不升起贪计深见，能够把深见断除，就是断见识惑，能够把这个法执把它断尽，就叫法我空。这个人法二空都证得，就叫漏尽。愿目大意是这样，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不会有对诸法的虚妄取着，也不会对这个身体呀起贪恋计较。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那么有几个概念都要了解一下。什么叫身见？我们的身体是由物质现象，所谓色法、四大、地水火空，再加上精神现象，有时候就叫心在五蕴里面展开呢，就是受想行识的精神现象。所以物质和精神相依就叫身，我们这个身体那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对这个身体怎么来的，是什么样的体性，常常是迷惑颠倒，就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从这个属迷来看，认为身体的真实性就叫身见。迷这个色身有一个主宰，有一个自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叫我见。所以有时候谈身见和我见是同样的一层意思，但一般我们会联系起来就叫身见我执。身见我执在涅的凡夫层面是非常深重的、坚固的。我们总认为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真实的，就有主宰意，所以执着有一个我，那就有一个我属的概念。这里就谈到这个我执呢，有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就与生俱来的。俱生我执是什么样的我执呢？
就是我们心理层面分八识啊，第七识就是莫那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在执着前六识呢为我所用啊，这里就有我和我属了，由这个身见我执呢就升起了一切恶见邪见，于是他就起惑造业，升起种种烦恼，导致深重的痛苦。烦恼之源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四个比丘正在讨论一个问题，讨论世间什么最苦。有个比丘说淫欲最苦，有个比丘说饥渴最苦，又饥又渴的时候最苦，有的说嗔恚最苦，有个比丘说惊怖为苦，就是害怕惊吓恐怖为苦。这四个比丘在这讨论的谁也不服谁，正好佛陀路过，他们四个比丘就把这个问题陈述给佛陀来做裁决。佛陀就告诉四个比丘，你们所谈的这个苦还不是究竟的苦意，天下之苦莫过于有身，有这个身体才是苦，所有的饥渴寒热嗔恚欲望怨惑皆是从这个身体延伸出来的，所以有这个身体呢就是众苦的根本呢，所以这跟老子讲的也一样，老子说人之大患就在于有身，是祸患的根源。我们一辈子劳心劳力忧畏万端，甚至在三界里面轮回不休，相互之间为了利益，为了权势，为了欲望，为了名声，自相的残杀，这些古往今来这些惨剧，你最终找它的根源还就是在身见我执里面所以有这个我的观念，还有我所占有的这个观念，就系缚在这个三界，生死不休，就是由于这个身故。所以佛陀教化我们，要想离开世间的痛苦，就得要破身见我执。破身见我执，就能得到极尽妙堂，这就是涅槃呢。涅槃为乐。但我们在这样的烦恼里面呢，所以这个讲见惑呀，见惑第一个惑就是身见，这是最坚固的。四念处首先就要告诉我们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都是要在这个破身见我执下手。你破了我执，才进一步去谈破法执的问题。所以我们读《金刚经》一个著名的句子就是六如一切有为法，如梦
幻抛隐，如怒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展开的理念就是要破我执的，证得空性的。所以我们众生对这个身见我执以及对六尘缘因的执着非常深重，所以谈般若性的经典呢就谈了22年了。这个般若的智慧是要让我们了解一切法的真相，比如我们这个世界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捏湿的心幻化出来的，它没有真实性。我们的精神现象，比如受想行三蕴，它升起来就像浮抛，就是受因它的领纳，这种苦啊不苦啊乐的这种觉受，这种想就思想，思想就心里取一种相，以及我们的意识流的念念的啊不能中断的牵流，这种起灭的状态就像水上的啊浮抛啊，水泡，这个水泡看过去好像有，但是你不能去抓，一抓就碎啊。那个浮泡当体空寂。然后我们看这个法尘，法就是对一切啊思想的对境，我们去攀缘它，去思考它，实际上就是像影子一样，是一个影，没有它的真实的实体。讲这个啊，身体呢，就像那个露珠啊，垂在树梢上的露珠，这就是我们的四大的湿身呢，就像朝露。早上的露水如果太阳出来了马上就消失了。为什么我们觉得有这个身体很苦啊，一定会衰老，一定会生病，一定会死亡，这是它的构成的那种体性决定的。就像露水，然后对过去的事情你去思维一下，是不是就像做梦呢？啊，在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在做梦，啊，等你醒过来了你知道做了一个梦，啊，梦是没有真实性的。啊，那现在就当下的你所感知的一切也是像闪电一样一闪就过去，这种现前念头刹那刹那的迅速过去，也是不可把住。所以对一切色法心法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要关照它什么，关照它当体的空性，毕竟空无所有，都是梦幻泡影，没有一法的真实性。能有这样的智慧的关照，那这个自然就会远离妄想，远离梦想。如果你只要认为外面的无论身体精神现象设法是真实的话，你就会跟它产生一种这个攀缘执着，升起种种的情绪反应，就很苦。但这一点我们在佛经里面都能了解，这些啊，我的虚幻性，身体的坚固妄想的产物，但是一对镜还是会贪生怕死，还是会把这个身体看得很真实。真正要把身体都空掉的话，
那是要断见思惑阿罗汉的水平呢。你真的要把法执进一步断尘沙无明，得无生法忍，乃至就近的断尽，就成佛了。人法二空，就近成佛。这样才离开了一切想念。这个想念就是我们对于，这是执法执，对主法，我们认为真实，去虚妄的去取。去留恋执着念念不断，这就是要想念。对自己的身体认为真实，就会执着身体的真实性，然后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利的就贪爱，对自己身体的觉受不利的就憎恨，这就叫贪忌。我们众生都是在我执和法执里面打转的，很麻烦。阿弥陀佛实际上因地当中啊，他已经观察到他方世界涅地凡夫像我等众生就是念念的俱生我执，念念的执着法的真实性我们的哲学教科书都是这么说的物质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时间空间也是客观存在的前提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主流的观念都在灌输这些东西。现在为什么我们众生活得这么痛苦认为身体真实，一切都追求，为什么追求财富？追求财富就不是包括权势名誉欲望，这些都是满足身体的。为了满足身体的这些，获得这些，不择手段。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导致的非常沉重的这个结果，而身体的欲望又非常的殖盛。我们一辈子都为身体的这个欲望做奴隶，去忙碌，去奔波，去竞争，去造孽，空不掉真是可怜悯者呀。所以阿弥陀佛呀，这慈悲之极呀，就发了这一愿只要到了我所住持的刹土，就会得到般若的这种空性的智慧对这个身体呢就会看到它的真实性，身体是坚固妄想的产物，不再去追执着这个业报的身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身体是如来的身体，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它所缘起的是清净法性的缘起，不像我们的身体是妄想捏湿的心的缘起那不执着这个身见我执，就证人我空，进一步知道法的这种本质极灭的真相，也不会有法执这样人法二空就逍遥自在，就能够断一切烦恼，就得到漏尽通比如前面五通如果没有漏尽通呢，那五种神通容易失去所以常常我们看到比如说五通仙人他还没有得到漏尽通，就是有烦恼，烦恼最重的就是淫欲这是很可怕的。说有一个国王供养一个五通仙人，半月过来接受供养，都是从空中飞过来的，飞过来接受供养再飞回去的。结果有一次国王就有个特别重要的国务大事就要到外地去，正好那个又碰到要供养的日子到了，这国王就委托他的女儿来
供养下。你看这五通仙人一来，公主又是穿得很华丽啊，给他顶礼的时候，一个印度的这个是赤脚嘛啊，赤脚呢一顶礼，手一摸到他的这个五通仙人的脚上，马上就动了欲心了。这欲心一动，神通就没有了。神通没有了，他就怎么办呢？飞不回去了。飞不回去，他就说：“哎呀，这个城里的人都想见我啊，今天我就让大家见一见吧，我就步行回去吧，啊，只有这么淹死一下。”所以你看看这个漏尽通是很重要的。那这一点，靠自己修行太难了啊！这个阿弥陀佛真是慈悲之极，发了这一愿，我们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人法就能二空。你看，这是何等的愿呐！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快速成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一切都是现成的，都是特别慈悲的加持啊！这里再顺便说一下，正因为不再升起想念贪忌，这个身见我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呢，般若智慧现前，知一切法，就心法、事法啊，都本质即灭。本质即灭就是见思惑就伏断了，没有遗留啊，随顺般若的智慧啊，这些都是在经典当中有的啊，对般若空性无有违背。那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的庄严，所有的万物都是七宝的合成，穷微极妙。好，这里面如果有身见我执，那一看到珍宝，那是眼睛发亮啊，发红啊，赶紧要占为己有，放在保险柜里去啊，天天念着不要被人偷了，这都是身见我执的情况。但是极乐世界的这些人，他就没有这个观念，没有我所占有的观念，所以对一切的珍宝没有染着之心。他的宫殿也是七宝合成的，他的住的地方也没有说我们非得要门牌号码，这个门牌号码说这个房子是我的啊，这都是我们一种我执生见的产物啊。尤其现在搞个房子不容易啊，要贷款呢，一辈子房奴，我们现在对房子多么执着呀这是我的家啊，实际上这就是你临时住的一个房子而已，哪是你的家，哪里是你永远的。所以极乐世界往生者，他对这些真的就是很逍遥很自在了，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说非是这是我的啊，然后住在什么地方和不住在什么地方都是随顺因缘啊，去还是来，进还是退，在情感上没有系列，没有执着。你看我们比丘为了淡化我执啊，你住一个疗房都不能长期住，住久了就会对这个房间升起留恋之心，再跟你换一下就很难受，这时候你要注意生烦恼了啊，甚至行头陀行，你树下一宿啊，你在这个住在树下都不能超过三个晚上，超过三个晚上都觉得哎，这棵树很好，我离不开这个树。这都是引发我执和法执的东西，都要给它斩断，无彼无我，没有彼此的概念，自他不二呀，无尽无松，极乐世界就没有竞争了。我们这里充满了竞争，充满竞争是什么？竞争也是从我执生见里面出来的。常常打官司怎么来的？也是从生见我执过来的。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竞争，没有打官司，随意自在。你看，这些都是由于
破了我执身见所得到的这样的大自在的局面。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破我执身见，但要尽量的淡化一点。比如说我们念佛人一定要透过这种死亡的恐惧，一个人怕死，怕死的本质还是身见很重。你怕什么死呢？你怕死的根源你找到之后，你于是你就在这种空性当中多去思维这个观心无常啊。我们当下这颗心没有处处的，我们的六根六识也没有真实处的。你从虚幻的六根六识妄心里面体悟那个常住的本心，哎，这种妄想就会消磨。观法无我，诸法都是缘起的。既然是缘起的，你哪能去主宰呢？因缘是有生有灭的，所以我们不要随着生灭的这个因缘来去攀缘执着。那么我们身体也是有生有灭的，有生必能有死，死亡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学佛，比如说得了病，得了癌症，我们要正面对待。现在由于大家都怕死嘛，你看社会上一般的家里人谁得了癌症，大家都保密的，不让他知道的，怕他受不了。实际上这保密对这个病人有什么好处呢？但为什么要对他保密呢？知道他太爱这个生命了，太怕死了，怕他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要想这个怕死是我们的怯弱处，也是我们的执着处，我们一定要远离对死亡的恐惧。知道这个身体都是假的，臭皮囊啊，离开这个世间只不过是换件衣服啊，从这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啊。你对死亡这个轮回有一个明确的了知，对死就不会有太多的恐惧啊，换件衣服而已。涅槃身还在延续，如果你深信净土法门那就更好了，你还怕什么死啊？我们是三界的囚犯呢，牢狱里面的囚犯不是希望早点离开牢狱吗？早点死是早点离开牢狱啊。但离开牢狱到哪去呢？你不要再进另外一个牢狱了，到极乐世界去啊。这胆生一个法身慧命呢，做菩萨成佛去啊。这样你就会觉得涅槃身的终结正是我们法身慧命辉煌胆生的辉煌时刻呀。哎，于是你不仅不恐惧的，而且是带着一个欢喜心呢，至少是宁静的心来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呀。所以一个念佛人千万不要怕死啊。你一怕死，这种心太强，估计你往生不了啊。为什么很多念佛人念念念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他要告假啊？告假实际上就是身见我执啊。有人告假是等我孙子考上大学我再去往生，那你对孙子的那个留恋也是身见我执的延伸。你孙子考不上大学跟你往生不往生有什么关系啊？这产生不了关联的。但你为什么要产生关联？这还是你的烦恼，你的情执嘛。包括布施，
一个人能布施，他就有相当的空性，舍不得给别人，就是身见我执。身见我执，他就直接就是贪吝之心，贪占为己有，吝舍不得给别人。所以真的是把这个不起贪忌心落实在我们现实，不要说往生极乐世界，现实当中我们都会活得潇洒得多。不贪恋执着这个身体，我们往生都减少了很大的负面的拉后腿的力量。一定要看空在这个世间反正也是随缘过我们也不是非得要追求长寿有人就判断你念佛念得好一定要高寿甚至有个观念，好像人高寿活120岁就很有道行，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我们净土宗祖师醒安大师49岁往生留下一个非常好的记子，49岁就承办敬业了，上品上身了。这个三界活载不容一刻的停留，他已经成就了，不走干嘛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不能把寿命的长短、身体是否健康作为有不有修行的标准。好。再看第11愿，是镇定必至涅槃愿。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注意这个天人都是待业往生的人都能做到大乘镇定具，必定能得到大乘的灭度，灭度就是涅槃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据。要了解几个概念，定据就是正定据，据就是类别的意思，据类这个经典当中把众生分为三类一类是邪定据，邪定据就是必定在六道轮回出不来的，这叫邪定据。还有是不定据，就是他是能够得解脱还是不能得解脱，看他遇到什么缘，由于遇缘的问题就叫不定据不定据主要是指实性位的菩萨，他进进退退那这个谈正定句呢，就是一定能够得到菩提涅槃佛果的，这是属于大乘十住以上成为正定句。正定句也就是不退转，原教初住就破了一品无明，初得无生法忍，就得到不退转位了你在实性位还会进进退退的。好，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感知这一愿对我们修行全过程具有巨大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在凡夫修菩提道成就佛果的过程当中，有三关呢，也要过三关第一关呢，就是脱离三界分段生死，这是一关，这很难。按通途来说，你一定要断见思惑，证阿罗汉的果位，你才能够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叫常依生死，不受后有，属浊已半。但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众生来说，想凭自己戒定慧的力量断见或思惑把它断尽，可以说
基本上不可能啊，没有这样的人啊。于是这个净土法门对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的加批，只要我们信愿称名了，感通佛力，就能够待业往生，不一定要断见思惑啊。这样这个念佛法门就突破了最难的一关，从娑婆世界凡圣同居的秽土横超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啊。极乐世界虽能分了四土，但是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净土，就等于升到了上三土。又有一关难以过去，就是取证偏证涅槃。一般这个修行人断见思惑啊，这个得偏证涅槃，就是得涅槃了啊，非常的宁静安详自在，就不想出来了，就证得空性啊，不能由空出假啊，由空出假是要发菩提愿的，要再去度众生的。但如果声闻称他只是自己了生脱死，自己到达目的地了啊，取证就成为顿阿罗汉，不想出来了。在那个九次第定呢又叫漏尽定呢，他不想出来，不想出来就意味着他永远就是一个阿罗汉，他只断了见思惑了，还有尘沙惑没有断呢，还有无明惑没有断呢啊。所以站在大乘菩萨的立场，如果仅仅是取证偏证涅槃，那是叫终止化成三百由旬的化成啊，成佛还在五百由旬的地方啊，这就是焦牙败种，就不能发菩提心，饶益众生，庄严净土，也就他就断不了尘沙惑、无明惑。一般在通途当中，这是一关，所以像《法华经》都是劝勉愚慧的这些阿罗汉，由小乘向大乘，发菩提心，啊，修菩萨道，才能够成就佛果。从三百由旬的化成出来，向五百由旬的宝属进发，在这一愿，阿弥陀佛的这一愿就保任我们度过这一关，就是必至灭度啊。必至灭度呢就是必定是成佛的，不会去中间停止的。那么中间停止，甚至大乘圆教的七地菩萨都有这样的危险性啊。七地菩萨所证的也就寂静真常也想取证，这时候都要十方诸佛要加庇他，提醒他因地所发的菩萨愿，他才重新修菩萨道的心发起来在第三个就是得阿毗跋致难。得阿毗跋致就是断一品无明，就至少是原教初住原教初住的水平就功德很深了，就能够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着佛的这一愿阿弥陀佛保任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天人一去就能得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住在了大乘正定居，正定居呢中间也不会经过七地菩萨的这种陷阱，就一定能够成就大乘的佛果。所以这样你看，这一愿就在提示我们阿弥陀佛的大愿的终极目标
就是复念一切往生者成佛的，而且是成就大乘的佛果啊，得阿毗跋致。那现在我们有些修行人悲心很重啊，就很想度众生，很想度众生。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愿，我们就有个启发啊，要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毗跋致的话，想在这个世间度众生是绝对不可能的。用龙树菩萨的话来说啊，没有证无生法忍的菩萨住在这个五浊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是度不了众生的。因为你可能不是度众生，众生把你度跑了，我们烦恼太重了啊。所以要想实施度众生的目标，就得首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花开见佛，就能得大乘正定句，这时候你再回到这个五浊恶世，就有能力度众生了。就等于一定要到那边去度个经啊，留学一下再回来才可以。这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定句。其实对于信愿称名的人来说，也能得到在持土得正定句的这种第一那这里在康生凯的本子好像没有表达的这么明显，这里援引一下唐一本，就无量寿如来会，他是这么表达：彼国众生若当生者，皆悉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何以故？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这唐一本告诉我们，这个若正定句彼之灭度，他彼国众生之往生者，他第二句话说若当生者，若当生者就是未来啊，就是以后能够往生的。这个若当生者可不就是指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的这些念佛行人吗如果包含着若当生者，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里信愿念佛也能够入到正定句，都能够得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真的产生了深信切愿称名，而且是使劲偷心不换题目，一往情深的去念佛，这就是真念佛人了，就是人中分陀利花了，那你就能得到这一愿的密意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是邪定句和不定句，你就不可能去了知西方极乐世界建立的那个原理，阿弥陀佛大悲愿心的本怀。你不能了知，就不能产生决定的彻底的信心，于是你的念佛就是泛泛悠悠的，就是夹杂着怀疑的，就会被其他的修行方法所动摇的从这个唐一本来对照来看在持土信愿成名者，也能得到这一愿的密意的加持。所以祖师大德常常说，你真的是深信切愿持名，虽然这个身还没有往生，但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
已经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酒客了。你的心已经送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那里面已经有你的一朵莲花诞生了。好，这就必至灭度，这个灭呢，就是灭除的意思，就大患永灭。什么？我们人的大患就是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为大患，这两种生死都灭除了，这叫灭。度就是超度三界的烦恼，这叫灭度啊。这个又叫涅槃啊，这里谈的涅槃就是大乘圆教的涅槃了。好，请看第十二愿，光明遍照十方愿。这在前面讲几类愿的类别，这叫设法身愿，就是阿弥陀佛庄严自己的法身的。这个意思是这么表述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这个光明呢，不可限量，就是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不可限量，最低限度也能照百千亿亿诸佛国这样的范围。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好，这一愿在48愿当中也算非常核心的一愿。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发这一愿？这是他做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的时候，就见到他方刹土。首先从形态上来说，有昼夜的耕地有暗冥，尤其是众生内心充满着无明呢，黑暗，所以就希望他所住持的刹土是从外在的形态、物质的构建、往生者的内心都是充满着光明。那要从救度众生的角度，使自己身上的光明。一般讲，佛光有常光，有放光。常光就是恒常身体上的光，放光就是特殊因缘从身体的哪个部位来放的光。那这里这一愿表达的还是指常光。使自己的光明遍照十方无量的刹土，使他方世界也充满着光明。那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有昼夜的分别，内心也很暗钝，这个照明都是日月星山光。这个现在我们使用的电灯，这叫人造光了，不是自然光。人造光是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1879年，首先发明了白炽灯，就是电灯，这是大发明家，当然首先要感恩他，这个让我们夜晚能够灯火通明，同时呢，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18世纪这些一大批西方的发明家尤其是在电方面的发明，就导致了工业革命呢，电气化时代的到来。这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发电机这个电灯的使我们人类的科技文明迅猛的发展，尝到了这个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和享乐，
殊不知也带来了巨大的困境，所以电的东西延伸的东西就很多了。现在的这个汽车飞机、火车电梯这些都需要电的，都需要电就需要能源呢，石油啊、煤炭呢，那这些东西资源越来越匮乏，就得要竞争就要打仗甚至这个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空前绝后所以我们的现在搞的工业化，我们都要评价它是不是人类真要这些东西呀？我们呼吸的都是有毒的空气呀，喝的水都是。现在有句话呢，说治感冒没关系，喝自来水就能治感冒这就很多抗生素药品呢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些工业文明现在导致了的负面影响，已经威胁到我们人类的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了。原来没有这些发明，可能我们只是说活得不方便但已经习惯了也没关系现在可是一个大问题了。但阿弥陀佛的光不是造作出来的光，是自然星光的透显，所以这种光明呢，只有正面的效应，没有一点负面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整个法界当中，尤其是对净土法门来说，这个光明就非常的神妙，也非常的必要。阿弥陀佛放这个光明，不仅仅是照明意义上的，它是来拯救众生的。这个光明就是载体呀。是把48大愿拯救众生的力量，您通过光传达出去。那阿弥陀佛是大慈悲心，一切众生都是他心内的众生，所以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光明就过去。是以光明做佛事的，所以后面会谈到这光明功德呀。能够使九法界众生接触到这束光，身心柔软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三恶道的众生接触到这束光，他的这种苦行就会终止这个光明就是智慧之光属于般若智慧呀。就能够叫无有障碍的穿透到众生的内心了。无碍不仅说这个墙壁、高山、铁围山不能障碍，就是众生的业障都不能障碍从《地藏经》我们知道，众生的业障之深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障甚道众生业障能障甚道但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穿破众生的业障，让它构成不了障碍。所以这个光明呢，就是属于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拯救众生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能不能得度，能不能从三界出去，直接跟我们能不能接触到这束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接触这种光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要素，名号。阿弥陀佛的光可不是日月的光明更不是人造的光它是法性的光这个光跟我们在念思的心的层面，它是很难交感的。所以，
光明虽能过来，我们好像感觉不到，虽能感觉不到，这个光明还是普照，但普照的光明你怎么能接纳？有一个重要的机制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知识名号。观经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阿弥陀佛有84000相，一一相有84000毫，一一毫放84000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实。你只要念佛，他这束光就对这个念佛人产生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你摄住，摄取不舍，不舍弃你，不让你再到六道轮回里面去。那这样我们就会感觉这个光具有很大的摄取力。讲这个摄取力呢，我们就会想到磁铁。我们近代有个叫电磁场啊，电磁场也是这个18世纪19世纪发明出来的。一块铁经过磁化之后，这个磁铁就能够把一个东西紧紧的把它扣住。原来有个笑话，说有两个人，就其中一个人他就知道这个原理，说这个有一个木箱子，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拿起来，就在桌上。另外一个人说这还不好拿，轻而易举的就拿出来拿下来。另外说我现在对这个木箱子施一个魔法，你就拿不起来。哎，这人说施个魔法，你施魔法这个木箱子还能重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说信心满满，没有问题，他能拿得起来。好，等到这个木箱子放下来，那个人真的好像使的什么魔法似的，叫他拿。那这个人真的是使尽全身的力气动不了。动不了原来的奥秘是什么呢？其实他下面那个桌面上就是一块磁铁。那个磁铁呢，开始第一次放是没有通电，所以呢就没有磁性，就让它拿起来了。第二次它所谓的施魔法是悄悄地把那个开关给开了，这一开通的电流了，桌面上那块铁就是磁铁，磁性很大，它的磁铁的磁性跟你的电线圈多少成正比例。然后这个木箱子它有一块铁底部是铁，这块铁放在磁铁上他就拿不起来了。你看这小故事，我们就想这个阿弥陀佛他所放射的就是一块磁化的铁但我们这个能不能跟这个磁铁产生作用，我们也得要通电呢。那么我们怎么通电呢？就是念名号。我们自己也磁化了，我们被这个名号磁化了，磁化了之后与那个阿弥陀佛愿力的磁是同构的，于是它就自然的吸在一起，而且吸的力量很大，所以那块磁铁的力量太大，所以它才能够摄取不舍。其实我们整个地球都是在磁场里面的。海军有一个就是这个鱼雷呀，一放鱼雷它就直接奔那个军舰，就能够很精确无误的能够把它打掉。它是靠什么原理呢？其实它也是靠磁性原理，就是这个军舰它是钢铁铁铸成的，所以它就在这个地球的范围当中它是一个有磁性的东西。然后这个飞雷呢也就做一个磁针，这个磁针跟那个军舰产生了一种关联，所以这飞雷就是跟它的磁场相应的地方就飞过去，一撞上去它有巧妙的引爆机制，就能把它炸掉。它也是靠那个磁性感应
所以这个电磁效应它很神妙。现在很多高科技都是靠这些东西。我们说阿弥陀佛放的光就是一个大的电磁场，它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它是面对整个法界去辐射的。所以它所照的辐射的地方是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刹土，这里讲最低限度也能照百千亿亿诸佛刹土，这是指由于这个这个光也是分法报化三身，法身的光和报身的光是佛道同，都有这个光，但是应化身的光就随着每尊佛的愿力，它有大有小，有的佛的光能够照一世界、十世界、百世界那唯有阿弥陀佛的光能够照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是指它的应化身的光，所以就用那个下智，最低限度也能照这么多。那上智呢？上智就是无量无边的刹土，它都能照到。所以我们就是要跟这束光产生互动，产生感应，产生交感。后面不断的谈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威神功德，其实也不断的在暗示我们，我们就是要跟这束光产生关联，而法界当中确实就有这种光，而这种光就是带来了48大愿的拯救我等众生的信息，所以你接触到这束光，你就能够身心柔软，你就能开发智慧，你就能消除孽障，我们的身心也就有着阿弥陀佛光明的庄严。为什么天人会恭敬念佛人，就是天人知道你念佛，你身上的光就不一样，你的心光跟阿弥陀佛的光光光互射，你的面相，你的整个的状态就是跟不念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有经典说，一个念佛人他四十里范围当中都有光。当然不念佛他也有光，他是非常微弱的光，而且是非常灰暗的光。那你念佛，你的光就是非常灿烂的光，是法性的光，是把阿弥陀佛的光明给召唤过来的光。所以这个这一愿我们要好好思维。阿弥陀佛的光明，慈悲之极，遍一切处。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么跟这束光感应道交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信愿称名，老实念佛。你老实念佛，当下你念佛的地方就是道场。不需要非得要追求哪个地方念佛，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遍照一切处。不是说阿弥陀佛光明是有选择，我只能照这个区域不照那个区域，它是平等心平等照的。那有人觉得，哎呀，阿弥陀佛光明无量，我怎么没有感觉得到啊？古人也常常提这个问题，净宗大德常常就用一个比喻，当太阳普照的时候，一个瞎子，天生的盲人，他是看不到的。或者说，太阳正在照的时候，他用一个木盆子顶在自己头上，那你也照不到这个光。这里面接触不到这个光的原因就是怀疑，怀疑是巨大的障碍，而不在于你烦恼中。而有怀疑，你就不念佛，不念佛这束光虽能有，但是在你的身心上产生不了直接的妙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弥陀的光明存在，
弥陀是靠光明做佛事，靠光明来拯救我等众生。于是这光明又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我们讲名号光明的同源性。所以念这句佛号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光明就召唤出来了。这光明是无量，无量里面就含摄着十二光如来。十二光如来下面会谈到。十二光如来就是对我等修行有巨大作用的这种光明。我们就能得这种名号光明的加持，就能顺利地走在修行道路上，就会远离一切魔障。为什么你老是念佛的人不会有太多的走火入魔，而那些你不念佛去修点止观禅定，常常会出很多问题？就是弥陀光明的护佑很重要。所以禅宗的百丈禅师都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他为什么稳当呢？就是有光明的护佑保证。下面我们看第十三愿，寿命同佛永久愿，这也是十法身愿之一了。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寿命无有限量，就是无量无边了，寿命无有限量，最低限度也能够由百千亿亿劫那么长的寿命，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就不取正觉了。那这个寿有拉寿的意思，相应的意思。一般我们说有法报化三身的寿命，法身是以真如拉寿本觉为寿，真如和本觉之理都是一个心性上的，所以它无始无终，法身寿命无始无终。报身的寿命是以始觉之智拉寿本觉之理为寿，所以报身的寿命是有始无终。那么还有应化身，应化身是以发的愿悲愿领受机缘为寿，就你发愿度众生，众生得度的因缘是什么跟众生的机感相应这是酬愿度生的寿命，就叫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呢，这里谈得的讲这个寿命无量，就是指应化身的寿命。应化身的寿命呢，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有的短到了佛就示现作佛一日一夜。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考察他方世界的刹土，也见到有些国土有佛在那里示现成佛，但是由于寿命不长就很快灭度了。如果有正法相法和末法，很快佛法也就灭了，这样众生还有很多没有得度佛法又没有了就一定还在轮回里面出不来，苦不堪言。所以他就法藏菩萨就发愿，一定要自己成佛的寿命很长，无量寿，而不是有限量的。你比如我们这一期的释迦牟尼佛，他的寿命只有80岁很快就灭度了。大唐西剧讲那个玄奘大师到西天就到印度去，路过一座山这个发现有一个比丘在那里入定很高大然后就用引磬把他这个从定中唤醒，就问他什么时候入定的，
这个比丘说，我是迦舍佛的时候就入定，入定的目的呢，是等释迦佛出世来帮助释迦佛来弘法的。他就一出定呢，就问：哎，释迦佛怎么样呢？是不是过来做佛了？那玄奘大师说，释迦佛早已灭度呢。你看，他一入定，这尊佛都错过去了。这一过期呢，他也想着干脆自己就入涅槃吧，那就现种种神通入涅槃。所以这个寿命长，对众生有一个安心。如果阿弥陀佛也说他只能活100岁。或者1万岁，或者10劫，这些都让我们听得心里打鼓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往生，我好不容易往生了，一看我你已经不在了，灭度了，那不是白往生一场吗？是吧？他心里就有一种不安呢。现在这一愿告诉我们，我寿命无有限量啊！你无论什么时候来，我都在那里讲经说法。都在那里接引你，这样他就给了我们的一种极大的放心。所以虽然他是讲这个应化身的寿命，应化寿命一般是讲是有限量的，有始有终嘛。但阿弥陀佛发的愿是超胜诸佛的愿，虽然是应化身的这个寿命，它也可以称为无量。或者正确的表述，它是有量之无量，而且应化法报化三身也是相即相入的，这个圆融无碍，所以虽然是应化身的寿命，也是含摄着法身的寿命和报身的寿命。如果他一切功德、一切刹土都非常的庄严富丽，接引众生也非常的好，但是如果寿命不长，就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这就等于一个杯子，它是一个玉杯，质地很好，但是它没有底呀，没有杯底，你这个水也不行呢。所以寿命一定要长，在我们世间法当中，也是把这个一个人长寿作为他有福报的第一要素。你看，上书里面弘范篇讲五福，五福第一个就是长寿。所以我们诸佛人也是寿比南山呢。长寿总是一件好事啊。所以现在世间人都是追求长寿啊。各种保健品也是让自己吃的身体健康点，寿命多活几年呢，当然在善道里面长寿是一大福报，如果在地狱里面去你再长寿的话，就麻烦了，好，这里面你看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建立在这两愿当中，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那无量的功德当中，就选择了两个核心的功德，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而这个两个核心功德，恰好就是法界的体性，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一切众生心性的本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光就是照的意思，照就有它的弥漫性。所以，无量光代表横遍十方的照用。无量寿有极定的意思，那寿是数穷三际的极定，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就是法界的体性，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
所以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名号的建立，就是建立在一切众生本具的啊恒遍数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当中。所以偶益大师对这个有一个精辟的解释啊，就是离开众生现前一念无量光寿的性德，何处有弥陀名号。这种表述就是说，如果没有众生无量光寿的性德，就不会有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阿弥陀佛名号建立的前提是众生有这个无量光寿的性德啊。同时离缺弥陀名号，何由啊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名号作为果地的觉投到我们众生修行的因地当中，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也无法现前，无法彰显。虽然就建立名号跟众生心性的密切关联，托彼名号显我自信，这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特质。假托阿弥陀佛名号的果德来显发我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心性，这样就是因心果觉啊，相得益彰。那这样在修行净土法门的修行当中，由于阿弥陀佛有无量光的功能，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土，就等于往生到十方一切刹土，由于它能恒遍啊，见阿弥陀佛一佛，就等于见十方一切诸佛啊。由于阿弥陀佛名号的无量寿的德能，表明我们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一生成佛，一生补处。由于他寿命无量，寿命无量也决定我们一生成佛，不需要再转生。那在他方世界，比如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就很难说一生成佛，做不到。一方面自己的根基做不到，更重要的就是寿命就做不到。我们的寿命最多啊，不会超过100岁了啊，平均寿命70几岁。青少年之间懵懵懂懂好不容易发心来求点佛法，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好不容易侥幸选择好一个法门，刚刚修行有点上轨道寿命就到了。寿命到了不得不死，因为你还没有断见识惑，你还不能潇洒自度啊，还是业力牵引。业力牵引呢，然后又有一个隔音之谜，隔胎之婚懵懵懂懂还不一定能得人生了侥幸得人生，经过孟婆汤一喝，也把前世的东西给忘了再来重新来过，重新来过又好不容易有点感觉，又寿命到了，又寿命到了，说不准迷惑颠倒，一下子栽到三恶道里面去了。三恶道里去还不知道百千万亿劫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所以很麻烦就是我们没有得无量寿好，那无量光寿的这个德能就在弥陀名号当中，由这个无量光寿的德能就衍生出一切的无量智慧，无量善巧，无量辩才，无量神通，无量相好，无量这些它都出来了。而且我们还有个观念，你念这个名号为什么就是止观并运呢？跟这两缘有关系。由于是无名号里面有无量寿，无量以依托无量寿的极定就能修止，依托
名号当中无量光的功能就能修观啊，所以你只要细心念佛啊，一心念佛就在止观并运啊，那有止就有定，有观就有慧，就是定慧啊双运，有定上面就有极定，有慧就有照啊，极照不二啊，在上面有极就有无量寿，有照就有无量光，光寿不二就是真如的啊体性，一真法界的体性。所以讲横遍十方受穷三际的这样的法界的体性，是在这个愿里面举法界的体性来做极乐世界依报的无尽庄严，做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尤其是做这六字洪名的啊这种啊庄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两愿加以深刻的认知。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